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引发热议，除了各家公司练习生带来精彩表演，也有充满爆笑的车祸舞台。其中两位演员练习生不约而同带来 2PM 的 My House， 2002年生的普渡河，以清新的笑容开始表演，音程还算稳定，虽然在高音时破音，但独特的自信感让评审们都乐不可支。1999年生的丁明圭则是难以驾驭边唱边跳的舞台，气息十分不稳定，舞步也很尴尬，充满魔性的点头舞步，连评审也忍不住跟着点头。两位练习生还有合作舞台，让网友们表示看到快笑疯掉，是今天最棒的舞台。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都长得很帅，感觉一起跳的时候更好看，也更搞笑了。一个人跳的话，感觉气氛真的很尴尬，但两个夫妇得正还蛮可爱的呢。뭐지꼴렁꼴렁하면 Oh yeah, 좋아 우리 집으로 가자